啊，咱就是要改变咱的苗六必彩色的，改超度，请地藏王菩萨改超度。啊，咱就是来上地藏经，一日上一遍，今仔上未了，无要紧，明仔载阁续落去上。但是明仔载你若要上的时阵，就会记着，有咱阁甲地藏王菩萨请六遍，请来了，阁看你掌上到底，今仔阁接落，今仔阁上无了。明仔载阁接落，你上一礼拜甲上一遍嘛无要紧啦，比你无上较好个啦。头啊唔捌上惯势，咧上足慢，啊你慢慢上，慢慢上，上一个月过，你个速度就会较紧啊啦。阮这本内面有伫后壁有甲你教，教讲要安怎上地藏经，这本也有，这本内面有17个人。伊的人生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，啊！即第一位师姐来，请你师姐，这位师姐，请站起来。这本内面，哦，第10个见证是伊写的，哦，这位师姐写的，啊，你请坐。伊的人生本来是乌白，比恁较苦的啦。比在座各位较苦的，伊即摆人生比彩色的。因爸爸是阮台南市一间名校高中的校长，现任做校长，咱湛江华师下面作息的。妈妈是高中的老师，嘛伫名校内面真有名的老师。爸爸妈妈，爸爸校长。妈妈老师，伊在国中3年开始治疗一种类风湿关节炎。类风湿关节炎，关节炎，吼、哦，嘿，安尼无法度，袂好，吼、哦，安尼地藏经解救伊个命。伊到到大学4年拢袂好，安尼即马已经好足侪冬啊。还佫另外一个师姐，第2位，吼、哦。站起来！这见证第2篇是伊写的。尹先生是气功师、气功老师哦，尹先生哦，伫家后病房，医生宣布无效啊。几岁尔呢？30几岁呢？气功老师呢？家后病房宣布无效啊。安尼，地藏经伊家后病房的外口上地藏经。尹先生现在还在上班，命运这么不可思议，因为没时间了，我不能再说了，请各位自己看17个见证，他的命运这样可以改变一下、哦啊、今天我有早200本来、啊、来在这里来请说啊，刷个本吼，因为这时间来留予咱啊，湛江华师啦吼，啊，今仔就含各位结缘到这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